建白来去做。当作宇宙万米乃上帝，伊收束一切，伊管辖全人类的性命，伊予阮得到丰盛，伊予阮来稳定满满，阮着要恭敬、常常来阿罗哩。但是我也知，阮是你，但不能，阮常常做阮爱做的，但是。却去违背你的旨意，伊犹原收束阮，伊犹原接纳阮，予阮有忏悔的心，常常向你来反悔。主，求你继续引导阮未来的日子，无论拄到啥物款的困境，主，凡在你拢是阮的瓦壳，我们大大来瓦壳你。展望过去的一年，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阮犹原要对你求讨，叫你予阮有合一的心，特别是行去伫联合教会这所在，阮知这些代志，阮拢要来面对，阮嘛要去关心。但是阮内部伫牧师以及安长志甲咱众会友。那么合一的心，阮就袂使做啥物。我也知外面大大的矿场是要阮出手行下去做，做但是阮常常怀疑阮家己的心、阮家己的意、阮家己的力无够格。但是阮知，若向你求道，你就予阮，你就勇壮。面对这代志，阮合一心实在上重要。主，求你引导，求你收束。阮知阮也承受这个痛心，阮嘛要用阮行动来实践你予阮的疼。服务社区，广州新的一年，阮所踮伫所在，主，求你阮。有更加具体的行动来做，不是嘴讲，但是阮行出来，无管多少，主你接纳，你也祝福，予济济人也得着听。三样福音就是靠这安尼来行出去。我们对着过去，阮政府也是阮社区。社会所面对的这些的困境，特别是咱的政府要面对这些过去无公无义要来改革的，亲像同婚还是同志，一停也唔停。年金改革安怎让逐个人拢得到安稳，以及阮劳资双方安怎得到利益？这代志，毋是简单，但是若有向你求讨，我想，阮的政府的官员的确有好的想法。阮人民中间，不管是反对还是接纳的，拢会使有理性来互相来关怀，或者改革，拢会得到你好的。祝福！一个年初要开始的时，我知一个青年开始找工作，要走出社会，主叫你引出伊的路，让伊伫新的职场，伫遐会发挥，对你遐来贴心，也是智慧，互人看到你就是无共，无共伫倒位，就是信用伊的精神。像是阮的学生囡仔，也要面对开学，一新的开始，就总是予伊有成长，予伊所面对的，予伊所学习的，拢有利益。咱做父母的，也是大人的，咱安怎来帮助伊，予伊一新的开始，安稳来学习，快乐来学习，来
稳当来成长。我若知过去这段时间，甚至到即马，按足侪年长的，甚至啊少年人，心灵拢受着足侪压制，身体欠安，锻炼也是伫厝里熬养的，就求你会直接来安慰支持，让伊得到治疗。愿做朋友的嘛时常通过探访来，让伊来安慰。若是无够，就愿相信你话是真多伊足大的祝福。今年若有做，若阿济点袂开的，就也求你让你灵。伊用心来打工，予伊得到搁较温暖、搁较开阔的心胸来看。今仔日是阮做伙联合来礼拜的日子，祝这是有够虔诚、有够重要。就是因为有你听，所以。有人请来照顾你，有人要出来服侍你。面对今仔日阮做伙伫遮来修圣餐的时，主有缘，我们记你，都是因为听，互阮聚集伫遮，所以阮毋茫今仔日的礼拜恭敬。来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你来运作，你来带领。福音书引出的所讲的，阮会得到好的帮助。福音书也尽量来带阮行未来正的路。这些代志会向你求讨，主求你接纳。若无够的，阮知影。我也相信你知我的需要，让大家人能得到平安快乐。我来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